还出现了。中国选手刘慧霞，第一跳107，这是韦颖，也是一名跳板选手，来自海军。还是不错的，刘慧霞从去年的世锦赛开始，已经担纲成为中国女子跳台的一个主力人物。但是他现在呢，最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跟陈若琳搭档的双人跳台上。在今年，刘慧霞也参加了一些单人的比赛，包括五站系列赛，只有一站是获得了是单双人都要跳。他现在也是捡了一项只跳单人。这位是黄小惠，来自中国的选手，今年17岁。中国队的其他队员，可惜了。哎，黄小惠啊，这位选手，她其实作为女排的队员来说，她出成绩并不算太早，17岁才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，却跟早早成名的像陈若琳啊，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。但这位选手在本赛季还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表现，尤其是他是参加了加拿大站的世界系列赛，第一轮已经结束了，梅根本菲托是排在第一位，刘慧霞排在第二，分差1.5，王雅考奇第三，来自英国，第四的是劳拉卡维特，与他并列的是卡特莱拉。第六的位置上同样也有并列，中国的黄小惠在这一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，暂时排在第10。要是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来做，稍早稍晚不够或者是过都不好。今天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看到运动员有非常恰当的处理。刘慧霞这一套效果很干净，经过了两个赛季世界大赛的锤炼，刘慧霞现在比赛经验也已经非常的足了，仅比英国选手托尼亚考奇高0.1，但是她却经常能够成为世界大赛的奖牌获得者。这是陈若琳，陈若琳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只比双人，主要是因为在之前呢有一些伤，所以目前26组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好的，漂亮。好，没有受第一个动作的影响啊，希望自此之后他都能完全调整过来。手感上第一跳之后排在第十位，这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比较憋屈的排名。黄小惠17岁的时候才开始参加国际的比赛，急需要这一次的机会来证明自己。82.50来，会有来看一下，在这轮之后，刘慧霞排在第一，黄小惠11.10的分差排在第二，加拿大选手本菲托排在第三位，第四的是帕特莱拉，美丽珊瑚排在第5位，英国选手托尼亚考奇暂列第6，第7和第8分别来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。2014年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赛，感谢农夫山泉和好视力的大力支持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第3轮的。现场还是有点小风，对运动员来说可能还是有点冷。我们看到现场所有的队员在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，都会去冲一冲热水，或者去放松池里泡一泡，保持肌肉的松弛程度。来看刘慧霞，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一位，领先黄小惠11分。
还是不错。刘慧霞今天一整套动作的难关在下一套，就是207。207她今天昨天预赛跟复赛都完成的非常不好。他现在的指导教练也是任少芬指导，同时也是陈若琳的教练。来看黄小惠的第三跳 ，0.7C。上一跳的出色发挥使得他的位次有大幅度的提升，从第十到了第二。看看后面的四个动作，后面的三个动作是不是能够出色的发挥？出现了大失误，看看决赛是不是能够发挥。哎呀，连续三场啊，这一跳都出这么大的失误，看来这个组别要加把劲儿了。半决赛这个动作拿36分，预赛拿42分，这对于世界冠军来说是不正常的表现，是非常大的失误。37.95。黄小惠看一下黄小惠在前面的三轮结束之后，每一轮位次都有提高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位，那是不是能够稳定这个名次？307C 反身翻腾3周半，是一个能力很强、信心也十足的姑娘。可惜了，失误了一些。说他能力强、信心足，主要就是在他的动作编排上，整套动作难度是高于其他的11位选手的，主要就是他在二三组同时都有自选。我们也看到其他有队员选了三组动作，但有的呢就是3周半，有的是2周半，他是3周半。这一跳是一个失误，45.90分，确实对于女孩来说，在一整套动作里面不失误是争取好成绩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。虽然出现了失误，黄小惠仍然是排在第一的，美丽莎吴排到了第二，刘慧霞的207再次出现了起伏，已经掉到了第三，贝德翁是排在第四，托尼亚考奇第五，马来西亚的潘莱莱拉在这一条407也是出现了大过。来看刘慧霞 5253B 向后翻腾2周半，转体1周半。刘慧霞在这次世界杯赛上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，是跟陈柔琳搭档的双人跳台。非常棒的一个动作，让刘慧霞也
之前的207有明显的失误之外，其他的动作都比较完整。最后的成绩354.35，梅沙吴没有坐在这里。来看一下黄小惠，黄小惠这一跳只要跳69就可以拿到冠军，就是目前排名第一的刘慧霞。黄小惠这一跳下来，将会决定其他选手奖牌的成色。哇哦，虽然不是特别垂直，但是水花非常的干净，基本上是刷平了，获得这个冠军没有任何的疑问。黄小惠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就收获最美金牌，确实可喜可贺。373.60分是他的最终成绩，虽然距离自己最好的发挥还是有2枚奖牌。黄小惠373.60获得了冠军，刘慧霞拿到了银牌354.35，获得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梅沙吴，她的得分是349.50，获得第四名的是英国队的托尼亚考奇。菲利翁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排在第五位，安德莱拉带伤上阵，最终名列第六。黄贵观众，刚刚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本次跳水世界杯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决赛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体育频道的其他节目，再见。